Hello，大家好，现在是下午1:25，午餐时间。昨天呢，中油期货就突破了52周新高，我就提醒在我的 WhatsApp 小组里面的股友说，可以开始部署这个中油股，尤其是这个 DDM，像。有 follow 的朋友呢，今天早上就赚钱了，因为他今天早上呢大涨12%，突破了这个筹码峰，突破了这个52周新高，现在价钱是0.32。如果你没有提前部署，现在去追的话呢，个人就觉得有点风险高了，尤其是上涨这么厉害。个人认为，最好呢就等它回调买上涨，看下有没有机会买到更便宜，或者是说去观察其他的中油股。我也是有在我在里面分享其他的中油股。如果你是想免费的加入我的 WhatsApp 小组，免费的使用这些筹码主力线，免费的。提前知道如何去部署，记得去留言区了解详情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谢谢大家。